老咋给我吃吧？吃。哎，你那个还不能咋？他那是酸辣粉儿。酸辣粉儿。酸辣粉儿。拌开的。你浇点辣椒，抹你这白叉叉的臭豆。还面皮儿。有辣椒啊。那又没抓来吃呗。不吃。咱去碰里去吧。哇。炸的肉吗 ？Hello。美男，美男子儿。啊，美男子。你这酸辣粉儿，这冒水儿哈？嗯，不是冒水儿，你这咋看着个粉丝呀？不是粉条啊？那他这酸辣粉儿我也不知道是啥，我也没吃过。酸辣粉儿里头冒汤？有汤喝过完。你给请我。我们今儿穿的这么亮啊？哎，凉凉，给给。又没看出来。吃了吧，给吃吧，给。我先吃点肉，我先吃。吃吧，给吃吧。回家端去，给。不了，我就这。给我，给吧。今儿你的饭非常硬啊，馍。就那种可硬。嗯。就硬菜。还是狗市南边人家说的，又开了大型娱乐场，免费。我跟你说，才开始炸呢。面中大哥，越炸越细，越炸越细，他炸还可硬，你呢？你这忙啥了？对点辣椒。脆脆。真真爱爱吃饭了，这味儿真扎实，太大太多了，没多少装吧。你要是这，你要是找我亲戚，吃不完呀，怎么露馅？吃不完都露走。你没干着。你们俩都整的可方便了。我一看他娘的，今年好事了，那现在俩女婿也可方便。都碰见那好的。是不是你把他夸了？你夸了他都不好意思，你夸夸我吧。你们俩都中了，都整的好。这姊妹们呢，都信女婿，图我心里不好了，底下都不好。你图我心里好了，底下都心里可好，因为都照着挪心的是吧？嗯，念到心里好了，不好都哄。这辣椒把辣椒整熟了，啊？这个。接上了。有人接上了，有人可没。嗯，啥呀？酸辣粉。酸辣粉不是螺蛳粉呀？螺蛳粉胖臭。你臭吃了不臭不然乎呢咱家这站起来了都老弟肚子那夹住了顶着肚子了哈哈哈叫我去了没了会上俺童年小的哈咱们叫我明儿去港汇去的，我说中，明儿领着那俩去玩去。没生今儿跟那住着，我去上边的腮红。你买花了？没有，俺外甥女去那给我到带黑给我走来的。哪买去？不知道。我卖个，你多少钱一捆？你卖过个才能？他也就下了不兜，好一茬好三四百捆，你想想。我说我薅四五百，我火车一回还薅不够的。马场不是有？有，咱不随便有啊。明年咱自己下。买点红薯啊。嗯。那不用买。你那一片都是红薯啊，红薯。啊，这个。嗯。你别回来吃饭。我啥都不要。叫我今儿都炸着我真。再好就是他不爱炸不了，是吧？家靠自己看着是一个粗人，但是吃饭还是蛮大石油啊。我。
长点这还真难。你还11点多了，咦，你那大尾巴多早？我坐在这儿没用，没动静。你就好一点，有姜家，有玉米菜。恁能回家？你看脱蒜的，吃了可不吃。那牙生的，能吃不成了。还有地啊？没有地，还有二分地。有小院的，就剩了一点地。哦，来好种的。那不搁城，搁城里来。嗯。城里头啊，有地来。有啊。年这就种的，看没就搁人家楼前头，人家种了一片菜。面皮儿，肉块儿，肉丸子。搁鸭肠上，你怎么嘴顶嗡了？吃了吧也。再好吃的细嚼慢咽是不是？你得能尝出来味儿。你光糊的那一难，你尝不出来味儿，那啥意思了？那品牌真好。今天5月2号的，岳母搁岳父家，转一圈，希望下班比较晚。小宝贝，一看小宝贝上，下班比较晚，然后4点了。今天晚上去那儿转一圈，好久也没去了，是吧？啊，对，因为平常我每天上班，我休息了，然后他们又没在家，都比较忙。孩儿，换我坐。你喊小宝贝弄点啥？趁呀，这弄一下，再买点别的啊。放那了，有点趁。我背着我背，趁着我背。这是俺妈弄的核桃油。把你试着线，试着线。把你脚咋了？我周末老胖。啊。你这鞋一穿胖马上好，中不中？中，俺一喊小宝贝买的衣裳都可合身。洛洛，搁筷子分分啊。还不上锅嘞？我都能拧开，你拧开。这头上吃辣椒，这是咱剪子看都卡住着地了。找的，剪子老小，你摸我这多大可大个，看那剪子看着套。啥？这边这都磨的都僵着。我跟你说，跟你说，搁哪吃？牙叉的快。搁这儿，搁这儿。可以。恁俩来，过。我也管大。我不喝呀，我不喝呀，你喝，我不喝甜。啊，露露都会倒，和冉冉也倒，冉冉的是一次性杯子，咱先去。我有一次性杯子。啊，行。你看吃上了。你吃筷子吃的还浪费的。哎。吃吧吃吧。五一都放假。我都我想着烤鸭嘞。可想着吃吧，你好好吃着。嗯。让咱往前给他挪的。是几桌？我鸭烤吃呀。嗯。这是南街。南街就和那回鸭超搁那买的。羊肉煮煮。羊肉。先鱼一下。先鱼一下。鱼肉摊大，咱煮煮着那摊可清了，味儿好吃。俺爸炒着就是酸菜炒肉片，吃了可美。你看冉冉的表情。那品牌真好。那是最好。我手着地吧，手着地，手着地。那要着地也熟了。是吧？猪肉干。吃完饭干活了，好吃。小朋友都好喝糖水，放上大大石面娃。我你瞅瞅，不要
一个点平房，俺这都有那个裂缝，然后都漏雨了，上面的铺的石棉瓦。你接着先扔到那顶坨了，你还掐到后边了。